19尺长的 balcony 跟19尺长的客厅，在巴杜嘎湾真的有吗？今天就让我带你去看这个项目的地点。这个公寓是位于巴杜嘎湾金三角地段 Tobay Columbia Asia Hospital BCTB BKIB 1 2 3，还有学院 UOW The Street Campus 围绕着的，走路15分钟都可以到达2028年的 Kiba Shopping Mall 还有 IKEA， 附近也有 F&B， 还有15分钟车程可以到达巴杜嘎湾最大型的 Dry and Wet Market， 将会在2025年建好。这栋公寓只有522间，912 square feet 看 City View 和 Pool View， 1184 square feet 一楼只有6间，面向 Swimming Pool， 1255 square feet Doggy 面向 City View。 Savanna Residence 是 Paramount Property Phase 4的项目，当然它的格局和 Facility 也是越做越好。这次呢，除了有164尺长的 Swimming Pool 之外呢，还有 Aqua Gym Kids Pool Jacuzzi，还有 Pool God 的 Basketball God， 还有 Badminton God。 So Savannah Resident 的 Corridor 呢，足足有6尺阔，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一个 size， 而且你不用怕你的家具跟家私搬上来之后没有地方转身。再来，我们也是会免费帮你安装上这一个门铃。然后这一边就是1184 square feet 的 foyer，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 foyer 是大概是2尺，因为我们会把最主要的地方放在你的屋身。我们还会免费帮你安装上这个防火门和 digital smart lock。来到我们这个厨房 area 呢，所以这一边是没有包括的。可是在这个 side 呢，我们会帮你免费安装上 kitchen washstone top， 还有 kitchen top water， 还有 food and hob， 都是从德国牌子来的。在餐桌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足足放下6人到8人坐的餐桌。来到我们今天这一个重点之一。这一个是巴杜嘎湾第一个19尺长的客厅，所以这边你可以安装上80寸电视机，还有就是 L-shaped 的 3 seater sofa。 如果这边你是有喜欢品酒的红酒或者是 Marble Toy 的话，这边可以做成你的 collection。 所以先带你看我们的小房间，我们的这个小房呢是可以放得下 single bed， 还可以放一个 wardrobe， 当然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窗口。然后我们的电灯呢全部都是在 wall 那边的，所以我们这个 second bedroom 正确的 layout 是长方形的，所以没有这一个柱子的。所以在这一个 second bedroom 你可以放得下 queen size 甚至是 king size。 所以带你看一下我们另一个房间，所以这一个房间呢，在这一道墙呢你可以 hack 成一个门的 size， 因为可以让你方便 connect 去你的 master bedroom。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这一个 master bedroom 的门移来在这一边，所以你的这一个会更大间。当然在这个房间呢，如果是女生的话可以变成她的衣帽间，如果是男生的话可以变成 games room， 或者是她的这一个 study area， 甚至变成你的宠物房都可以。带你看我们的 master bedroom， 所以 master bedroom 呢，这一边还是可以放你的 wardrobe 的。所以来到这一边，你可以放下 queen size， 甚至 king size 还可以放两个 side table。 common bathroom 这个有包括 basin、 basin cabinet、 mirror 还有 mirror 的 rack 都安装好给你了。洗手间也是帮你安装上了 sliding door， 你不需要再换门进到洗手间。 toilet bowl、 shower screen、 water heater storage tank刀都免费帮你安装好了。 Master Bathroom 也包括了 Basin、 Basin Cabinet、 Mirror、 Mirror 的 Rack， 还有也是装上了 Rain Shower、 Shower Screen、 Water Heater Storage Tank 还有刀，都是免费帮你安装好了。所以这个1184 square feet， 如果你是想买自己住的话当然是最好，如果是想来做投资的话，这一个可以隔成一个房间，这一边也可以折成一个房间，提高你的租金的收入。说到这样多，你当然想要知道我们这个单位价钱对吗？说这个单位的价钱呢是平均532块起跳，说每一个 unit 至少给你3到4个 GB。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记得联系我，我是阿胜。